创造是啊，你比如说你劝他不要参加商会，你能把他劝走你就留下来了，他能把我吹走，我说你躺着，我不躺着，我吹一段你给你送走，我不去，我得给你买吃的去了，你已经定下来了你因为没有你我就得饿死你听听我们这儿呢它是有规矩的啊，每一个新来的呢我们为了便于管理，那么从名称上我们要调整一下九色，哦，九号，九号，九最大的九号，好，嗯，好，对呀、啊，九郎，从今天起你就叫杨九郎了。哟，谢谢会长，谢谢会长。杨家将都知道吧？杨家将七狼八虎，在他们之后，希望就是你，啊，文忠武勇，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这一块。谢谢会长，哎，好嘞，今天起你就叫杨九郎了。字儿都写那么好看，好孩子，会长我呢？哎，他这个字儿好看吗？好看，好，替他高兴吧。啊，你多看看。不，我也得有一个名字呀。这个，你这一辈子，你告诉我啊，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愿望，善良。哦，善良，这是一个好字儿。以后你叫周九善，对，好，不，哎，还挺好，善，凉快这名字，凉快不行啊，不行，不能他说什么就给他起什么，做人嘛，跟上学是一样的，最后学生们可能会评出来优良中差，你叫周九差，好不好？这太差了，太差了，周九优也不好听啊，不好听，不错，周九良怎么样？哎，这不错，达标，哎，可以吗？可以，哎，这个好，这个符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哎。好吗？好，不能太差，你也不必特别的优，能做到良就非常好了。好，恭喜你，谢会长。不客气。哎呀，努力啊！好的，去吧，还有白活等你呢。好嘞，谢会长，我给你买吃的去了。好孩子，快去啊！欢迎你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姓孟，叫什么？范祥字儿，叫辉。这个名字好。灰呢，就是这个灰土的灰，不是灰土，就说明这一辈子都是灰头土脸的。这不是灰土土脸的，不是啊，是那个光辉的灰。哎呀，这个好啊！叫栾美娜，能找人算的。这命中缺美，栾美娜很好啊。性别呢？性别这个男。哟，嚯，这更好了啊，是吧？性别是男，哎，姓名叫美娜，美娜，阴阳和谐，必成大器。谢谢会长，太棒。这个你叫什么美娜？啊，我叫朱美娜。你们是找的一个人算的是吗？我不知道，他可能缺猪吧，啊，命中缺肉啊，叫朱建峰啊。很感谢你们愿意到我们商会里来参加工作，哎啊，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并肩作战。哦，好，这个并肩作战是什么意思？并肩作战就是并肩作战。哎，他说的非常的对啊，他就是不是一般的作战，来并着肩这么作战。哎，肩膀齐为弟兄，虽然是异性，异性有情非异性，同胞无意忘同胞，你明白吗？说以后你们要像亲兄弟一样。哦，这明白了吧？没问题啊。哪里人啊？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哎呦。红星区风景如画的一个地方，那么好的地儿干嘛不回去待着？在家里边就是一个烤串的。哦，那很好，又有手艺又有饭，回去吧。烤的库克老说太咸啊，少搁点盐，回去吧。我不想回去，你上别处去烤串吧。不想烤，不会烤，不会烤。我那是骗钱。哦，那你自首去吧。我也不先别自首，我想在这儿，你看有没有什么某个。职业啊，端个茶倒个水的。这个多大年纪了？十二。很好，我13。这个就恶心一点了。很好，我这个今天见了很多人，没有这么开心，没有这么，他们都很正常，没有意思。我怎么跟一不正常的听啊？很好。有什么特长呢？除了烤串之外，我唱歌，还会唱啊。哎呀，很好，你唱一个歌，我们来欣赏一下，缓解一下压力。两只老虎。哎呀，我的压力好大。我会的手艺呢，我就比他这强。你说说你什么手艺？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二郎。来人呐，您看我这行吗？您看这。哎呀，你是要饭的呀？不是，把我这搭桥都吓坏了啊！你会这手艺就是。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坐到我这个位置上？那个会长，人嘛都有一个梦想，对不对？您说了不想当厨子的将军不是好裁缝，是不是？我也想当当会长，反正试试。打算什么时候？3年？5天？
自己有没有一个目标？我觉得3年吧。3年之内就是准备能坐到我这个位置上。哎，我觉得2年就可以，给你2年时间，好不好？去吧。我不想走。2年时间，我希望2年之后你在这里坐着。我，你说是不是说？我问你，想不想当会长？想啊，不想，想不想？这个很重要，这个回答一定很重要。再问一遍，想不想当会长？想，想吧。说想是对不对？是不是要你先问他？我先摸这个路数。好，想不想当会长？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评价很精准，我觉得我能踏踏实实当一个二把手就可以了。我留下你了。哎，谢谢您，会长。好孩子。会长，我也不想当。单纯善良，你闭嘴。没看我在和我们的二把手在聊天吗？啊？你愿意当会长吗？我没有设想过自己能当这个会长。你现在已经是了。苦大仇深的，你看。我干不了。你这是辞职。我做不了会长。很好，你这个态度其实我倒是挺满意。这个人知道自己的饭量其实是很重要。这个多大年纪了？我23。你呢？我32。你们都是替孩子来报名的吗？不是。哪里人呢？我家是辽宁抚顺的。哦，抚顺呢？抚顺有好多煤矿，当地还出煤黄，你一定带来了。啊，因为没有空着手来到会长这里见面的啊，拿出来吧，小伙子啊，哈哈哈哈，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真是懂事儿。因为像这种面试要空手来的话，就没有资格坐下来聊天。琥珀，琥珀那个，琥珀正你虎啊，琥珀正坐着呢，哦，正蒸着呢啊，那叫窝头。哦，这个两个人有什么特长没有吗？我最会的就是跳个舞啊什么的。哎呀，这个现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这个舞厅啊。哎，这琥珀出来了。我觉得我可以开一个舞厅。那去吧。不是，我的特长就是争取在抚顺找到一个秘方，能把窝头都蒸成琥珀，利润差就出来了。哎，你这个想法有没有和其他的中医都讲过呢？没有。其实你还是适合看中医，因为中医能去根儿。哎，我这是病症啊！这个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允许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这些都是对的，啊！但是这一切之后要脚踏实地。好，会长，到了我们这儿呢，都是要重新的选定一个名字。你们来的这一批年轻人呢，哎，我们都把它排在这个"云"字里面。有这名字好，云平。好啊！虽然说平淡，但是。生活全是在平淡里边出来的。好，希望你一生平安。好，好不好？那云平啊，这个，那云平，掐指一算，这名字有能当副总，是吧？那好不好？好，他这是云峰，你想想，云彩跟山峰合在一起，可见你以后会有多大的事业，很厉害啊！从今天开始，哦，我就叫贺唐，孟贺唐，拿着你的身份证，谢谢会长。以后你的名字叫曹鹤阳，谢谢，好不好？谢谢会长，我给你起个名字，叫什么呀？叫贺伦，凡事要小得伦常，懂得规矩。听您的，我给你起个名叫九溪，希望你阳光，啊，不要一点什么事就哭哭啼啼、没完没了，像个怨妇一样，好吗？啊，你看这就来了啊，来吧，恭喜你，小伙子，上九溪。谢谢会长，不客气，好，去吧。前三科已经满了，你是肖字儿，肖贤。希望你做一个贤德的人，祝你好运，努力。好。